剪不尽落入凡尘。缘密集，我与你啊，不只是喜欢那么简单。如果这件事情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还相信他呢？我看你是被迷了心智，神志不清了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无颜面对你，但我一定给你和林家一个交代。为林家传宗接代，我和刘英义不容辞，责无旁贷。这个是母亲送来的鸳鸯秘谱，命令我们反复研读，日研三遍，方可走出这房门。你几时变得如此听话了？周汉那伙人也找过我了，他自己亲口跟我说，说那女人是他派来的细作，还让我也加入他们。林家现在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，而且我不知何时就毒发，要是周汉再利用我对林家做什么，我到时就更无地自容了。